哇哦，收尸者儿！哦喂，哎，可以跳过目前的关卡，100个钻石可以，等于是打了赢了5场的战役哦。OK， 这样子好像慢慢打比较实际一点。哇，部落分数，哦哇，气垫船，哎，这个我没有，酷哦。欸，还可以替换，换哪一个啊？换哪一个好？换这个好。哟，这次这个坦克大作战的更新呢，出了好多不一样的界面啊！哇，它每个宝箱都会多一个4500的这个吸，但是部落的分数4500，哎，哇，好像我就获得9000了。叮，我们直接来玩这个新的角色好了。那个角色到底是怎样？它好像是有个锯齿，会这边转转转，喷射吧，对吧？不是哦，它会弹回来，哎，像飞镖这样子，这样弹回来。我试试看，它飞好远哦。其实它是单发，就是射出去再射回来。那这个大招是怎样？哦，1400，哇，是可以贯穿的，但是它不会飞回来，就是很大的那个飞镖这样飞出去哦。要走啊？对，打到东西还是会坏掉啊。调一下角度，它有点像克里希的飞镖。哎，对啦，哦。队友被烧了，被烧了，别走！哦，被轰了，被轰了！哦，不太妙，不太妙，快走，快走！哇，队友很给力呢！绕过去，绕过去，噗！没有勾到，对啦，终于啊！别！哎，哟，哇，哇，3连杀！哦，这个新的坦克是还蛮好玩的。来，又来一堆人了，又来一堆人了。来来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，要躲、啊。哦吼，这个草鸡啊，那个。哇！大招，闪过了。哦哦，炮火猛烈啊，追着我打呢。跑嘛，这跑，哎，过了，胜利，哇 ，MVP 啊，伊莎，然后玩我最喜欢的狙击枪好了，哇，别走啊，快走。哎，躲哪去了？一直被人家剪头、哦，你冲前面去，我在后面收就好了。往后照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！再来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、哇，我冲过去撞他哎！我有。不追我吧！要追就不要跑。去哪？去哪？哎，我在这边。去哪？哎，一直被捡。哎呦，没有中。哇，对啦。看到没有？战神呐、啊！哇，嘿嘿，别走啊！
哎呀，慢了一步。哎呦呦呦，过来！哎、欸、嘿嘿，来追嘛你，来追啊，来追！笑屁哦，笑啊，嘿嘿，我来回你一个笑脸。打不到，看一下是几杀？哇，15杀！哦，这个游戏呢，现在就要到这边了。喜欢就去下载吧，这个坦克大作战3打3，先这样喽，拜拜。